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ie 尖尖，今天来到大埔白石角日龙湾，想带大家看一个一房的复式单位。日龙湾一期发展商是信和和嘉华，一共有546伙。而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单位是位于低座的低层私室，实用面积570尺，花园面积是302尺，开放式厨房设计。而睡房和洗手间就设在上层。如果你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，快点联络我啦，我是 Jackie 尖尖，我们下条片见啦，拜拜。